到 YouTube 俾佢 hold 住咗，未上載到。咁我多年來寫 blog 就係改善金融、經濟、民生嘅嘢、生活嘅嘢啦、人民生活嘅嘢，同埋寫 blog 反對貪污啦。咁換嚟嘅後果就係咁樣不斷咁，太子黨啊、習近平啊、馬英九、梁振英、趨勢安就不斷出廣告宣傳片，要鬥我扶真啊，鬥我做毛啊。咁呢個就係後果，同埋鬥毛啊，應該鬥福媽，鬥米奇老鼠，因為佢哋募捐嗰啲做物主支持嘅米奇老鼠啊，或者係福娃嗰啲，咁佢哋都知我父真系吸唔够氧气，咁样擘大口去上，佢哋就话我父真入波赢波系嘛，擘大口就算，咁但系我唔中意佢咁冒充我父真，因为你再提及我父亲，我都唔会伤心嘅，因为我父亲灵魂出窍，嗱有擘大口，有赢波，佢哋系话我父亲赢，咁但系冇话赢唔赢，因为我父亲同我祖母同灵魂出窍公党系神嗰啲人嚟。咁同普通人將來寫靈魂出城高等咁生活，有個較好嘅環境，較好嘅靈魂，生活得好啲咁。咁冇必要再講我負擔贏嘅嘢，係咪？因為個個人將來寫靈魂都係出城高等，即係好，即係冇乜點做壞事啲人啊，冇做壞事或者冇乜點做壞事，求其啦，冇乜所謂啦，因為人民做得出咩壞事啊？咁靈魂出神高等啦，係咪？好朋友集團超過11億嘅華人人民，幾廿億嘅優秀外國人民，冇乜所謂噶，係咪？咁但係啲華人當權 person 係要鬥我父親，又出廣告宣傳，逼逼降啊！佢又唔系话我父亲赢，系要斗我父亲，斗我祖母。嗱廿五啦，因为我实力点廿五，咁咪作啲假数，体温佢都作假。有新闻线索提供，即刻 click 入 now.com，里面嘅 now 视眼有多个平台可以收料，电话、WhatsApp 同埋电邮。除咗 now.com，攞起智能手机用 now 新闻直播 app 都可以进入 now 视眼睇点我哋。输入内容、上载图片或者影片、揿递交就系咁简单，多种途径俾你做 now 视眼。头发又梳咗，讲我个天使相，仲挂住点？脱发正事只会越嚟越薄，到时点电都冇用。学我啦，咁多年嚟都系揾斯文信睇住啲头发，天使相几年经验喎，仲唔使谂，即刻用手机讲我嗰三个预约免费体验啦。我记住翻个天使相，讲我头发系曲头可能，因为我唔系曲头。妄想外國保險船為你危疾保障計劃，俾你周全保障，仲有高達50%首年保費回贈。Action！傳說眼淚會變成雲，雲找對了人。佢而家唔點出廣告資料，因為我頭先上載咗啲，但係頭嗰兩段未上載到。咁我多年反貪污就換嚟佢鬥我父親鬥我同埋鬥我祖母咯，反貪污就。我個女巴拉得兩歲，佢尋日已經發高燒。咁呢個廣告就唔係鬥我父親啦，呢個冇國界醫生。冇國界醫生係呢個偏遠地區唯一嘅醫院，係唯一一個唔鬥我父親鬥我祖母嘅慈善機構宣傳片。好彩嚟到呢度。有醫生幫巴拉急救，其餘啦，撈李澤楷呢個台所有都係鬥我父親。根本就唔會感染到癢疾，
但係呢一度所有慈善嘅宣傳片，唯一呢個唔鬥，真係無捐講愛心。每日兩蚊，相信你都負擔得到。唔係比喻，唯一一個唔係比喻。至2268，或者發短信 yes 去508506，每月60蚊。啊，唔係我監視咗屋企，因為我要抌煙頭啊嘛。唔係我要抌煙頭，佢話塞咗啲嘢喺我隻手嗰度。雖然是唯一一個不夠我父親的廣告宣傳片的慈善背後，但他都會在監視緊我剛剛上醫院扔煙頭的時候出現。換句話就是 Now TV 的監視我家裡的那些華人呢，他會剪接出片，安排出片次序去做到資料效果，任何宣傳廣告片都有。雖然有些人是他不搞資料，但他會剪接到是資料，製造聯想是資料。各位歡迎收看《Let's 新聞》，受到一股活躍偏南氣流影響。